各位婚姻的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欣欣怡，欢迎收看今天这个婚姻新闻。婚姻观是国内的市地大观所出产的猪肉，无论是安全性，也是品质、口感等等，拢是一定一的好。卫生管护是含国内的猪肉加工厂、丁业者签合作意向书，并成立云享猪品牌，就促进婚姻猪肉，打造成台湾猪肉界的精品。和婚姻店的好滋味推广给观众知道。猪肉是台湾人真爱吃的肉品，因此若是猪肉的品管无做好，对大家健康影响就会真大。为此，抱着维护消费者健康的理念，婚姻馆政府向猪肉加工厂订定业者签署合作意向书，并且成立云享猪品牌，为婚姻的猪肉做严格把关。我们主要云享猪是针对我们一个零猪肉的联盟品牌，然后也可以很多的策略提升我们中小养猪户的拓展业务。我们一年有超过150万头的猪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扮演着哈啊2300万人啊吃猪肉的这个安全哦，所以呢，我们特别推出云享猪这个品牌。第一个，我们禁止厨余养猪啊，完全杜绝非洲猪瘟。同时，我们呢整个零售肉精联盟，从饲料厂到畜牧场到屠宰场到分切加工厂，完全可以溯源这个猪只的来源，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品质的保证。要成为云享猪，需要符合多项条件，亲像无药爱残留，以及爱有两项以上的三消认证等等，才会当来申请，并且会透过严格品管来保障云享猪的品质。第一个呢，它是完全零售肉精联盟在地生产的猪肉，没有药物残留，同时也符合动物福利哦这样的一个做法，听音乐长大的这个猪只啊。第三个呢，它要符合双认证以上哦，就是呢，无论是 HACCP 的认证，或者 CAS 的认证，或是 ISO 22000的认证，或是产销履历的认证，这四种认证当中，只要有两种认证以上呢，我们就符合我们这一次云享猪肉这样的一个品牌哈。另外配合现在500元的优惠，不仅只要在云享猪电视教育馆消费满500元以上，就会当凭发票兑换10%的现金回馈。在这里买呢，马上就可以回馈啊10%的现金啊，凭发票。只要你在这里消费5000元，你就可以有10%的500元的这个现金的回馈。透过建立云享猪品牌，将婚姻的猪肉打造成台湾猪肉 LV， 和婚姻猪肉好滋味推广，让更加多人知影。记者林柏莹采访报道。